韩国女艺人具荷拉昨日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一组近照，看上去丝毫不受之前风波影响。照片中，具荷拉身穿玫瑰色上衣，手托腮，对着镜头笑得十分开心，还对着镜头比出剪刀手。素颜的样子，皮肤白皙细腻，状态非常好。看照片背景，似乎是在餐厅用餐。照片一经发出，出众的容貌也吸引了众多粉丝的目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